切和爱。谢谢。阿慧，你都唱 OST？ 啊，先关你，你是怎么？
拯救你是我的使命。大家好，我是敢于挑战各种角色、敢于打破次元壁的王鹤棣。哎，哇，欢迎欢迎，是这个壁，来吧，贺思一。哎呀，我今天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打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望大人们见谅，提点的话我懂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yeah! 啊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他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大家记得看哟。嗯，那接着可要因为呀、啊，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我宣传一下，这是谁演的？哦，周深演唱《林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是咋回事？本来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有八个人，但是周深同志现在在联合国代表我们团队发言。好牛啊！我们这队伍，我们这队伍出去了，上那儿护卫去了。啊，很光荣。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就在昆明进行，当时我们的成员周深。也为这次大会献唱了主题曲《和光同春》。好厉害呀！大会你都唱 OST， 那可不是主题曲。已经把我
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红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他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已无所谓。让你再回来，自醉人人自醉，因为回忆总是美。
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反射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好棒。当你曾经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世界，黑夜的人海，还不想回应，当我们也许用尽所有思念，唱一首歌给你，给你，给你。一闪一闪亮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反射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不再是一颗寂寞，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Alright.
It's all that I need, this crazy feeling, a rat-tat-tat on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Say to your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ve never shined so brightl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No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Some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y'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door, the sense of be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grace of you. The light's out the side of the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Think I want.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ll never shine so brightly.我的天长地久。
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长镜头越拉越远。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手中泄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的会满口袋的沙给我，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风里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擦不去的痕迹，痕迹，风吹来的沙穿过所有的记忆，
豆浆的笑脸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淡斑，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原来他跟我想象中的外形一样，累积我的年份不够，我先走了。哎，您不要客气啦，您太客气了。大雨全都落下。哦，对不起，这首歌是带阿的字的歌。啊！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我是周深。我是杨周怡。早上杨周怡。来吧，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就是今天一天录制过程当中，你们觉得两个人合作的最高光的点是？那当时我们就是在舞台上的呈现吧。我觉得是，而且我们在那个创作这个 AI 的歌曲里面，其实在那么短的时间其实很紧张。对对 对, 对，但是我们就用我们就是多年来其实累积，我的年份不够，我先走了。哎哎，你够的了，经验小经验来融合那个 AI 来一起合作一个歌曲。还有一个很高光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005抽中了500分。嗯，对，你是500还是5就看你们了。好极端的世界啊。左二上白吧，来来来，加油。大家就再也没有拿到过好的东西。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就让我们在第一轮拿到了500分。对，几乎是输了，但是又后面就一直在第二。对对对 对, 对，就我们今天可能莫名其妙会有点默契吧。对，有点幸运。嗯，在真人秀方面，我跟他
真的有一点小火花。是的，是的，就是你是个很有趣的人啊。对不起，你也是。您是个有趣的人，您也是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虽然我们没有在舞台上面唱歌，但是我觉得这样更好。对，我们就随便试一下聊聊天，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对，祖儿姐也是。毕竟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歌手嘛，您不要客气了，客气了。两位上一次见面还能回忆起来什么时候？对，上一次我们就跑男见面的时候嘛。对，我那一次我第一次见他，我真的觉得是他是一个奇才，我是一个题材。那就是能不能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次也是玩那个游戏的时候。对，你对我什么印象？觉得原来他跟我想象中的外形一样。我好歹我也出道了10年，我问了很多人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最新鲜的答案，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就是很聪明，反应很快。你把它称之为外形。就整个外形跟整个感觉哦，很统一。对哦，哎呀，你这就夸人家表里如一啊。对，表里如一。没有，但是那一次可能就是第一次，大家没有那么放得开，对，没有那么熟。对，因为他有时候会比较安静，我怀疑他其实真的是一个爱人。我真的是爱人。是吗？是的。但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哎。对，每一次都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我第一次见祖儿姐，我是觉得反差很大，表里不一。不是不是，就是反差，因为我对您的了解，哇，好有礼貌啊。我对祖儿姐的了解肯定是通过作品嘛，就很多作品，然后觉得很有态度，然后很有表达，唱功很厉害的，又可以唱抒情歌，又可以唱跳，所以我觉得就是前辈老师，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就是严肃，所以第一次见到是。你好啊，我说好嗨的老师，然后在后面就发现祖儿姐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面，所以才到后面见面的次数越多的时候，就越愿意跟祖儿姐开玩笑，对，包括就是很不礼貌谈的永肘椅，哪怕永肘椅这句话也是你教我的，其实是很期待每一次知道有他的场合，我也是。就觉得那天就算是很辛苦也不会那种很难过时间。很开心。今天也是一样。当然。哇，我们今天对了一整天哦。我们是一整对哦。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只要来到东北你就到家了。对，只是我第一天来到，我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真的啊？真的。对，到了东北我安排。我们还赢了。然后因为二位最近都有一个演唱会的计划，我问一下关于演唱会自己，首先是深深，看来昨天演唱会有什么感受没？累，就是嗨。我是一个比较睡眠还不错的人，但是就是连开这两天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两天怎么都睡不好，就会很紧张，对，然后就会觉得啊，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明天的环节会不会顺什么之类的。但开完之后就觉得很嗨，就感觉整个人就是兴奋到不行，对，所以我就是很幸福。还接着一个问题，跑男团写的那个歌满意吗？满意，我觉得特别奇妙，就跑男团在录了一个 VCR， 在我演唱会点歌。他们是通过飞纸飞机，哪个飞机飞得最远，结果是叫张真源，因为他真远，所以他的飞机飞得最远，张真远，真远。对，祖儿这家也有演唱会的计划，首先先祝顺利。7月，谢谢。是在澳门，在澳门，叫 Eternity。哎，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是一个连续3年的演唱会来的，可能就每一年会有2个月的时间都会集中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2个月每个星期的礼拜六礼拜天都会。对。那既然说到双方的演唱会，能不能用各自的家乡话为对方的演唱会大call一次？
家乡话，我在想说贵阳话还是说湖南话，我先说湖南话。周深，你唱歌真的好好听，真的好高音啊。谢谢。我用湖南话。卓姐，你唱歌唱歌好好听，跳舞又厉害，唱歌又厉害，过年开古多嘿。哦，快进去看这个演出会嘞。周深唱歌真的呀不得了啊，真的呢好像呢在一只小鸟咁样飞在个天度，听佢嘅时候呢个人呢飘起来啊。我到贵阳话了，哇，朱儿你那个演唱会真的是视听盛宴，你又看他又热闹的跳舞是吧，你听不懂啊哈哈，但是又抒情的歌，你听着你又熟悉又感动，又有情怀又有心意，各种风格，新的风格怀旧的风格都有，你不去看又可惜了。周深唱歌好听系人都知道，而且佢亦都系一个好可爱嘅。容祖儿是最不最棒的，怎么说？最棒最叻最叻系啊！容祖儿是好叻噶。嗯，快点快点来来，快点来看他演唱会，完全不会说。快点来看他的演唱会，真的。快点来睇啦！快点来睇，快点来睇，快点来睇，就是睇就是看嘛。快点来睇啦！接着有一个，就说到演唱会，就是有一个名场面，就是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经历的美好都要付一点代价，会怀念吗？会怀念吗？对。想问当时是什么心情？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反应？当时是什么心情？那个是第一场，所以呢，其实每一次演唱会的第一场都很紧张。你还会紧张吗？还会，因为你演唱会有很有经验的。因为那个编曲啊，可能在演唱会的版本是新的，然后配合上可能现场观众反应很大，你就会听不到。那天我是根本听不到那个鼓，然后呢都 delay 了 lay back 了，但是我不能 lay back 那个点。好像就是赶火车的一样，你感觉像是赶火车，然后行李掉了，啊！对，那个火车走了，然后我就，我忍不住。大雨全都落下。观众朋友们，现在是凌晨12:30，这两个人还是这样的状态。还想问深深有问题，你觉得祖儿最容易唱的三首歌和最难唱的三首歌？哇，他会可能一首而已。我觉得祖儿也没有简单的歌。你也是啊，那个什么，我唱过的那首啊，《化身孤岛的鲸》，好好听。你的歌我都很喜欢，哎，什么小小啊，我好喜欢小小。嗯，哎呀，你可不可以找一次我们合唱？哦，我很期待。对啊，对啊，对。有机会好好唱。对，我觉得祖儿姐的歌主要她的风格太多了，而且祖儿姐每一个风格她去唱的那个感觉，她不会让你觉得她跟这个风格很勉强在唱，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歌手非常全面的一个能力，所以不可能有任何一首歌是好唱的。 OK， 那我们下面进入一个那个小挑战的环节。好， OK。关键词唱歌，根据给出的关键词唱出有关键词的歌曲。第一个词是歌词中带有雨字的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哦，对不起，这首歌是带啊的字的歌。啊！12:00。12点。下就是下，还是雨？我们就只要唱有雨的就好了。哦。嗯，冷冷雨，我就点样找不到你。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我再给你介绍一点内地的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刚是谁说12:45？哒哒哒，有雨吗？那就。还没雨啊？雨还没有雨。那天气很晴哦。啊，雨，阴天不是。蓝色是没有雨哦。嗯，雨天。
Ring calling in my heart。 说这么大声的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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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把球丢了。好了，唱你的了。我的雨。就是刚才的 rain 可不可以啊？你再 rain 啊？再 rain 不 rain 了。哦，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钟情。我像你在雨温柔的吹。原来我们不是要折磨死对方是吗？OK 啦。这是颜色的歌。颜色的歌。白的，你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我是花，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啊啊！哪有直接叫你颜色的名字？有啊有啊。好，来啊。你最后啊，我不知道哎。最后的风，连雪都会好冻，能大雪都这样红。嗯，你就像那一把火。有颜色吗？又像那把火，火是点亮了我。你的大眼睛颜色明亮又闪烁，好像天上星是最亮的一颗。还是没颜色。红星闪闪放光彩。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橙色的橙，橙橙橙色。嗯。OK 吗？嗯。你来模仿，我来猜，一人模仿，一人猜其模仿人物。那么深深先来。大水牛，我等你了。好好好，独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刘德华老师，他知道你这样模仿他吗？知道啊，会开心。开心，你说什么都可以。就认真打眼球的裸虾啊！猛滚！这个不算，这还不算，就猜这么快，来下一个，你了。你不算，嗯，人纷飞，爱相随，就华健。朋友一生同人同友，这样华健老师也是知道的。不知道吗？超开心，我就模仿了很多次了，他也没投诉我。那我模仿一个，你猜猜。好，从龙珠大雨咚咚响，腾哥给点面子，腾哥，连着念，从龙珠大雨咚咚响，腾哥，谢，对，我刚才那句仿佛在爆粗话，不是那个意思，我说谢谢老师的意思。